大家好，我是侨会童振远委员长。你们有听过海外信用保证基金吗？如果你们刚好在为钱烦恼，一定要看看今天的懒人包。侨委会辅导海外信用保证基金，借由提供信用保证，提高银行放款意愿，协助全球侨台商顺利向银行取得资金。今年遭逢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政府积极协助侨台商事业纾困，先后办理新冠肺炎疫情纾困方案。今年九月，政府持续推动海外信用保证基金开办纾困方案 3.0， 回应全球侨台商的殷切需要。纾困方案 3.0 提供受疫情影响的侨台商事业申请新贷优惠及旧贷展延融资保证协助方案，申请新贷优惠者可以90%的保证成数申请最高25万美元、最长6年的融资信用保证，并享有保证手续费全免及最高2000美元的利息补贴优惠。申请旧贷展延者享有第一年的保证手续费全免及最高2000美元的利息补贴优惠。更多相关资讯可上侨委会网站侨台商专区，或加入海外信用保证基金 LINE 专线好友线上咨询。除了侨会官网的介绍之外，请打开你的手机加入海外信用保证基金 LINE@ 账号，将有专人为你咨询哦。